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今天的 vlog 呢，准备带大家跟我在 Berkeley 过一天学生的上课的时间。然后今天是星期四的早上8点多，我现在准备去上课啦。穿了 Berkeley 的衣服。我现在在上学的路上，因为我是住在off campus， 然后今天又有点下雨，所以今天就打车上学。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这个学期吧。这个学期我选了11门课，因为我们学校的课分值比较少，然后一学期如果是 degree 的话需要16个学分，所以我这学期选了16个学分，然后是一共11节课。今天一共有4节课，我现在要上的是一节我的专业必修的课，就是 music business， 就是讲一些艺人经济啊这种的一个 intro 的一个课。第二节是 movement for musicians， 也是另外一个必修，就是在一个舞蹈教室里面教一些 movement。然后下午是一节小课，1对1的声乐课，然后还有一节必修课，指挥课。今天刚好是我们学校2019年的春晚，所以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到第二节上 movement 课的教室了，从我们学校的921走到这是1108，算是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了吧。但是因为 Berkeley 没有就像其他的大学一样有校园，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过马路，也处在比较繁华的地段吧，所以就每天都在像正常的行人一样过马路，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校园的感觉。我们现在这个教室准备上 movement。 我今天上课上到一半，然后刚刚做了特别可怕的 cardio， 然后一会儿要演出了。你要告诉大家我们刚刚干了什么吗？蹦跶，走台步。我们刚刚还做了 cardio， 就是很硬核的那种。现在呢，我上完了上午的课，中间有2个多小时的休息，在做理疗。我现在在 Berkeley Cafe 楼下等朋友一起吃饭。好专业。The grilled Italian vegetables. Fries. That's it. 让我来偷偷的吃一根薯条。最后呢，发现它是这么 work 的，不是在那么大一个碗里面，好难过、哦。
艺人古筝刘。马上现在就要开始了。Everybody, please choose the music. We can hold on to the music. We need to hold on.回到家了，那这次的 Berkeley 的 vlog 到这里就结束啦，那我们下次再见，那下次见了，拜拜。